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森林。我们呢，这好歹一点不要看了哈。我们这次呢要玩地图是一个什么地图啊？我忘了。没有名字吗？你与女友在那天发生的事情，没错啊。规则，好，规则就已经设定完了哈。那我们就开始游戏。我至少可以采资包。那么这边有剧情一跟钥匙线索，看一下。把我关起来的他留下了一张纸条，纸条什么叫？哎呀，根本超级敷衍。我看你根本就不爱我吧？如果你真的能逃离房子，我就相信你爱我。不管任何方式都能逃离都，不管任何方式都可以，能逃离才是重点。自求多福吧，买女友。啊，好，逃出房子是吧？总之，先搜查看看吧。好，那么。我们现在呢被女友呢给关起来，关在这房间呢。其实我们不用出去也可以，我们在这边睡个大懒觉也可以。没有在骂脏话哈。那么看一下这个线索哈，房子内所有的钥匙线索，钥匙是什么能吃吗？不是很喜欢被关起来吗？不是很喜欢把钥匙弄丢吗？不是很喜欢找钥匙吗？没把钥匙都自己寻找吧，买女友。就这样而已哈。谁喜欢被关起来啊？很喜欢找钥匙的人就是谁啊？我又不常把钥匙弄丢，找钥匙吧。我没有女友的，我根本不能体会她的感受啊！哈，在边放闪，没有吗？哦，箱子下面已经没有在放东西喽。我靠，吓死我了！哎呦，好恐怖哦！你家好恐怖哦！少一个梯子，所以我们找一个梯子。那么这边，哦，这边可以，这边不能出去，这是铁门。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空间里面找到钥匙，这个吗？没错，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对男女朋友，女孩爱着男孩，那位男孩同时也深爱着她。不管女孩提出任何的任性要求，男孩都欣然的接受。那女孩问过男孩为什么要追她做到这种地步，男孩就笑笑说："因为我爱你，做这些事都是应该的。"然后你，这就女友写的新的小说吗？怎么放在这里？虽然女友是写小说的，所以我们应该是成为小说里面的主角了吧？有，贴纸可以放在荧幕哦，果然是放在这边哦，把我当白痴啊，我什么都知道的啊，我想，很难上去，啊靠，好难上哦，谁设计的这楼梯？剧情二，你。原来哦，这是你是我哈，哦，就是我。原来我们家有阁楼，然后还有游泳池吧？所以游泳池会放在阁楼的啊，屋顶马一直漏水。你看，这是令人意外啊！这地方是不是需要跑酷来着？你真是麻烦，急需跑酷喽！吼吼吼吼吼吼吼！不要骗我跑酷，吼吼，冰块的跑酷，还蛮简单的嘛，这个跑酷。不，一点都不简单，谁说简单了？好，好，打开地板门的钥匙可以放置在羊毛上面哈。那么我们注意看一下，没有，可以放在羊毛。OK，就是这边嘛，是吗？这是羊毛啊。所以我们要给它启动机关吗？是这样吗？那我们再下去看一下有什么机关可以启动啊。我们又回来了，回来了这边，这边床头以内有东西，有水瓶跟药丸。那么我会回来呢，是因为呢我按钮放错地方了。打开地板门的钥匙，地板门呢？这边有按钮。提示栅栏门已经打开，这边打开了，所以我现在要打开地板门，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我没有玩错，我以为我玩错了，原来我没有玩错，这边有剧情三啊，这什么？这边也可以开水哦，那开着吧，浪费一下水啊，反正水不是我付钱的哈，这边也有东西，当我笨蛋了。剧情三，你从阁楼下来是厕所吗？大门还是锁着？难道有什么机关吗？
是厕所，哦，这边是厕所。那么我得到一个三，也就是他女朋友写的小说的第三集，可是我没有拿第二个吧，让我上去吧哈，哦，不能上哦，给个机会嘛，不要这样嘛，我还没有看到第二哎，好，哦，算了，我们直接看第三吧。自负一致，因为服了药的缘故，女孩身体越来越虚弱，但她居然装得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，精神状态也不太好，有时候对男友发脾气，男孩并不在乎，他知道他一定有什么心事才会生气的。这么说来，我刚刚捡到的药，不会，应该不会就是这样吧。对哦，我刚刚捡到这个药，说不定他在女朋友还写说他自己的故事，然后如果我没有拿到这个药的话，根本就是作废了。烧水冷水哈，都开起来。厕所，厕所钥匙，从厕所里面喷出厕所钥匙，这样正常的吗？果然女友还是有精心设计过这些机关哈。木乃伊成就物品，还会闪哦，会闪哦。然后我们出来了，浴室加厕所剧情四，总算出来门外了。为什么阁楼，然后又跑到厕所了？没想到连楼梯都是锁着的，这是监禁 play 吗？还是继续搜寻吧哈，监禁 play OK 没问题，监禁 play 女友与你的房间，可是进去又出不来，我们去找第二的剧情吧。 2000 years later 啊，你们也要知道第二的故事是三小的，你们自己去下载来玩齁。那么现在我们的目标就是逃离这间屋子。书房钥匙还没有，这是通往大厅，通往外面的楼梯的吧。小客厅，除了经常在书房里待着以外，我跟女友也经常在这小客厅里面吃着下午茶都聊天。但女友怎么了呢？就指这小客厅常有玄机，比如说旁边这幅画有蝙蝠侠的，不是蝙蝠侠。好，看来我又马上卡关喽。我们可以很明显知道呢，现在我们呢要找那个书房的钥匙，应该是吧，书房的钥匙，然后我们的书房钥匙呢会在这边其中一边，应该是吧，没错吧，我没有说错吧。哎，这边玻璃是破了，所以我们可以拿外面。医生告诉女孩，她情况并不太好，随时可能就做出让她后悔的事。医生希望她告诉男孩这件事，但女孩仍然没说，她不希望男孩为她担心难过。这时女孩想到一件事，这个女孩该不会就是把我关起来的那个女孩吧。王八蛋，居然会因为这种事情把我关了。这什么，我按得到吗？按得到了。等一下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你给我再来多一次。这什么？哦，所以他可能是在这边。哦，わかりました，わかりました。啊，有。我脑袋还是被敲着。哎呦，开起来了，不要这样嘛，开起来了。好，我们进来书房里面了哈。靠腰，我想上去啊。这边也有，先寻找一下这边的箱子，看一下有什么东西。好，有吗？有。哎呦，楼梯间呢，现在钥匙哈，我们可以下去楼梯了。可现在我们要讲出离开这个房间呢？没有方法回去的吗？不给个钥匙。这边有东西，剧情我完全没有在看哈。原来书房就出不去了吗？可恶，没想到女友设计的这么周到。好吧，又要继续搜寻了。好吧，这女友真是，书房啊，女友，
他是一个作家，经常在那边打字写书，但我希望他怕孤单，在这边书写书的时候希望我坐在旁边陪伴他，他写书的时候不像平常一样吵闹，反而像个文学少女异常的安静，等他写完稿之后又变成平常吵闹他，但这样的他我不怎么讨厌。他曾经告诉过我他的前男友不能接受陪着他在书房里，说这样太无聊，但我觉得这样也不错，就当做增进文学气息吧。你玩手机啊，因为手机是发明来干嘛的啊？楼梯间的钥匙啊，这边的钥匙呢？